Hello， 大家好，我是 Darky， 系冇错，系今次翻返嚟绝望监牢嘅 Part Two 啦，呢个系第八章嘅 Part Two 啊，咁上回提要就主言之，冇错，去到最清楚嗰 part 俾我 cut 咗，因为成条片嘅片长多过两个钟，所以我都特登拣咗一个非常之好嘅接续位，咁废话唔多讲，我哋开始啦 ，start。等我哋由整理案件开始先啦。首先，今次嘅被害者有三个，第一个系刘姨，第二个系静香，第三个系冬美。今次件事嘅共通点就系、犯人利用咗环风小姐嘅传说去进行犯罪，而且三个人嘅泳衣都整烂咗呢一点。系案件起源系喺冇知喺三楼女厕所，我见到上吊嘅幽灵。我哋最开始做应该系环风小姐作祟，但系冇知见到嘅幽灵系假嘅。唔系真正嘅幽灵作祟，都算系好事啊嘛。换句话讲，今次嘅幽灵并非人类，今次嘅犯人并非幽灵，而系人类。我哋喺之前嘅调查入面推理咗呢一点出嚟，冇错。然后有关于件事嘅疑点，点解犯人一定要攞环风小姐嘅传说？系啊，案件发生之前，案件发生嘅地点都好奇怪。首先就系女厕所俾人涂满咗血，第二个就系更衣室一样涂满咗血，第三个就系连游泳池嘅水入面都染咗水嘅色。你都唔知佢讲乜嘢，即系仲共通点就系几乎所有地方都整到周围都系血，点解要嘥咁大嘅力去做呢啲事？佢就系想伪装成华风小姐作案。唔太清楚，但可以感觉到犯人将案发地整到周围都是血迹是有原因的。是啊，仲有一点好奇怪就是每个地方都留下了字母，是不是？我记得案顺序是 EYE,Eyes, 如果是英文单字意思是 Eyes, 眼睛。眼睛犯人究竟是想拿这件事去告诉我们什么呢？唉，真的不明白啊。即使知道犯人是利用了环风小姐去演戏，这个 Ice 的留言现在都是一个谜啊。还有一样更加意义不明的事啊，为什么犯人只是将小刘姨他们三个泳衣整烂了？而且只是整烂，并没有整到血淋淋，很明显目的不一样。是啊，完全不知道犯人在想什么。果然动机相关的推理并不顺利啊。我觉得现在情报太少，从这件事的状况来推理动机好难。是啊，咁我哋转换下思维，整理下呢件事嘅嫌疑人先啦。喺我哋进行调查入面，有几个同呢件事案件几深嘅人物。一个就喺更衣室出事嘅时候攞住锁匙嘅宫本老师，另一个就系俾宫本老师怀疑下部老师。剩低嘅详细情况你都唔知道，因为某啲事同下部老师争吵嘅东海、冲海。以上三位就是今次的嫌疑人。这次案件的情报有限，是即使有对照这件案件的线索，整件事的动机都很难推测。之后就可以对分析人进行审问而揭露真相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好呀，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了呀。那我宣布第七届 ,What the fuck?第七次的绝望审判开庭。等一下，我想 check 一些东西。有样东西我要 check 一 check。活动室的人物是没有新增到。不清楚是不是因为未打破的原因，所以没有新增到。但是现在的重点就是在封面的人物一定物嫌疑人物。算了，我也不觉得这个推论是有用的。所以看来今次真的要断估啦。好彩之前储定了一堆啫。Start!绝望审判开始。揭露主谋。
嫌疑人。試下答啦，問一問先。Yes， 係有意義嘅。查個問題，輸入分心零嘅一，無意中意識到自己得知道，所以 what the fuck， 於是佢為咗就引發咗，我覺得而家可疑嘅人。Excuse me， 點解呢度個翻譯好似唔同嘅？點解又係寫住叫星夏木星？證據，修為分身靈嘅，如果係修為分身靈嘅夏木，無意中得知到，於是佢點點點，我覺得係衝海嘅可能性係好高嘅。以呢個官方嘅套路嚟講嘅話，啊，仲有冇問題嘅？現在進行回答啦，我都好想試下，大家觀眾應該好撚醒，睇下我點樣嘅啦，係咪咧？有可能促進戀情係乜撚嘢？喂，唔得啊！呢件事真係好撲朔迷離，我應該出翻去再揾多幾條問題，但係唉，我都做咗咯，屌你老母！如果三，如果四個選項全部都係錯嘅，我應該都幾讚歎自己，點解可以全部錯曬？知道，沖海嘅另一面，無意中得知到沖海另一面，我唔信係，我唔想相信係沖海嗰邊出事啊！我真係唔想相信沖海嗰邊出事，因為沖海基本上只係一個我所認知嘅佢應該只係一個癖好嘅啫嘛，就係結癖冇啦，好煩啊！根本冇可能惡作劇啦，夏木俾我感覺就係一個好。知道他們的關係，知道他們的關係那又怎麼啫？你們兩個經常聊天有什麼問題啊？有什麼關係啊？除非你們兩個這個而已，怎麼會啊？不會啦，偷拍啦。感到恐懼逃跑不會關這個偷拍事是吧？所以認真真的下午不是吧？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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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黐乜啊 ？Eyes 眼睛可以做咩？眼睛可以望嘢，望嘢嘅话，即系完全有可能就系望，无意中得知就望到啊！系咪老师偷拍？我谂翻嗰段对话先，夏木系话佢想呢、這个。佢係純粹嘅威脅嚟喎，夏木係，所以其實被即係要受到威脅被協助，其實應該啱喎。為咗揭露案作劇，公佈壞事，我知道你個錯啊，但係我都想啊，心好痛。我屌！哎呀，錯過！係啱噶，咁都啱，仲要真係沖海，而且我冇諗過自己撞啱咁多個。What the？ 偷拍，於是佢受到為咗。阻止對方再做壞事，定係咪有可能喎、啊？因為全部都係一啲女性嘅地方，我而家先意識到呢樣嘢。因為全部都女廁、更衣室、泳池。阻止對方再做壞事，我覺得呢個可能係有嘅。嚟啊！
再錯嘅話會死嘅，唔好唔好。Yes， 有啊！我想要，我想要套裝啊！唉，好啦，我 share 下。OK， 就估都系沖海。如果唔系活动生会无啦啦入去，来之金冲海，你就系今次嘅真凶啦！哦，完全正确啊！今次嘅分身灵就系佢啊！吓，分身灵嘅真实身份系冲海？系啊，今次嘅事就好似会将你揭露咁样，一切都系为咗防止佢进行偷拍。夏木老师喺度偷拍，呢、這个温柔嘅老师竟然做啲咁嘅事。呢个根本就唔系咩温柔嘅老师，系佢偷拍女学生，以此为乐嘅最恶劣嘅人渣。偷拍女学生，呢个系真噶，千真万确。前几日，房子啊，当我例行咁样清扫翻考舍嘅时候，喺学生基本翻去嘅时间段，我见到老师走咗入去三楼嘅女厕所，我觉得好可疑，所以我即跟咗喺后边。于是我见到佢喺女厕所嗰度回收咗相机。真定假噶？好核突啊！当时我都唔敢相信自己对眼，平时咁受学生欢迎嘅老师，竟然喺后面做啲下三流嘅勾当。之后为咗阻止老师再做呢件事，我决定一个人去收集证据。咩啊？点解唔同我讲啊？因为最近你嘅活动啱啱先走上正轨，但系最负责完成学生会嘅工作，我唔想再增添其他负担啦，所以觉得呢个时候得一个人行动会好啲。冲海啊！所以你嘅证据收集点样？一开始几顺利嘅，但系有一日老师发现咗我跟喺佢后边。夏木老师今日谂住去边啊？自从我见到佢回收相机之后，佢就冇做过啲特别奇怪嘅行动，但系呢个肯定唔系第一次。他一定会继续将相机装在其他地方，今次一定要拍到证据，揭发他的罪行。保护校园的风气是学生会的职责。嗯，老师在游泳池那边，难道游泳池那边都装着相机？我要在老师回收相机之前拿到证据。老师不在这里，去了哪里？我应该没看错吧？原来是这样，啱啱一直跟住我嘅人系你嘅，你揾我有咩事啊？死啦！俾人怀疑啦！如果俾老师知道我见到佢话就完啦，揾个好啲嘅借口。咁样嘅，我啱啱喺学校巡逻，见到老师仲喺学校入边，我以为荡失路，就想问一问你需唔需要协助。话晒老师先啱啱嚟我哋学校几个星期。哦，咁样啊。冲海同学真系一个温柔嘅细路啊，不愧系学生会副会长。唔系，呢啲都系举手之劳，你过奖啦。危险啊！但系应该冇俾人发现啊嘛。我哋走先啦，之后再调查啦。但系对人讲大话呢啲唔系太好啊。冲海同学，你最近一直跟踪我系嘛？呢件事我系知噶。你跟踪我嘅原因大概？都估到是因为你不小心见到他变，是不是？你的反应代表答案是 yes。 你想着怎样？我要事先提醒你，想封口是没用的，我一定会将你所做的坏事说给李市长听。这样啊？好，你想怎样都行。但是你不理你最重要最尊敬的人会变成怎样吗？嘿嘿，如果我将呢张相放上网，会发生咩事呢？呢个我谂应该几受欢迎啊嘛！呢张超人气高中生歌手换装艳照，我相信佢嘅知名度应该会迅速提升。你个仆街，唔好咁嬲住啦！这个冲海同学同我做个交易啊！你当然不会对这场交易say no啊嘛。
咁交易成立。夏木竟然做啲咁过分嘅事？小冬美，佢睇落去吓呆咗。啲乜鬼仆街嚟噶？然后咧，佢同你做嘅交易系交易就系我唔将老师所做嘅嘢话俾任何人听，而老师亦都唔会将会长嘅相公开网上。我知道佢真系做得出嘅，所以我就可以忍声吐气。呢个太过分啦！喺呢个之后，夏木借住呢个交易嘅名头，命令我喺佢进行偷拍嘅时候望风，等佢好好咁顺利咁完成咗偷拍行为，而且之类嘅要求实在太多啦，佢嘅罪行都喺度逐步升级紧。最初就喺女厕所，再嚟就系游泳池跟医生，最后仲谂住喺会长嘅台上边安装隐藏摄像头。吓？唔通呢个都？我家人同意啦，而家张台都冇摄像头。为咗呢一点，我果断咁拒绝咗。咁学生会办公室入边，冲海你同老师闹交嘅原因系，佢想喺小东美嘅台上面加摄像头。系啊，即系话冲海为咗保护小东美，一直都对老师言听计从。系，你点解唔反抗啊？我梗系想反抗啦，我系学生会副会长喎。我梗系冇办法原谅佢嘅做法啦，所以一次又一次咁样消除翻相片嘅数据。好啦，而家咩人都冇，快将相片嘅数据消除。我呢啲都系女仔换衫嘅相，竟然仲影咗咁多，我唔睇得，最迟将啲相 delete 咗先。好，数据消除完毕，咁就可以放心啦。你喺度做咩啊？竟然擅自走入老师嘅房间。即系个坏学生啊！我已经将相机入面嘅数据全部删除晒，咁就得啦。我同老师嘅交易结束啦。你喺度笑咩？啊，系咁啊，咁真系帮晒手啊！多谢你特登帮我清理相机入面嘅证据，辛苦晒。我已经将呢个相机嘅数据备份咗喺电脑度啦。啱啱想将内存加清理一下，准备迎新嘅咩啊？即系话晒咁多力做啲冇意义嘅嘢。话说翻起嚟啊，沖海同学，你啱啱嘅行为，我可以理解为系你对我嘅背叛啊嘛。至于你背叛咗我会点样呢？你应该冇唔记得啊嘛？等阵，唔系咁嘅。等阵。呢个就是你对老师讲嘢的态度咩？求你，等阵，我啱啱嘅事，我错咗，求你原谅我。我话沖海同学，所谓社会呢，都是由信任组成的，聪明的你应该明呢句嘢系咩意思啦。求你啦，拜托你，我唔想会长有麻烦啦，求你原谅我啦。我哋好啦，唔好摆出呢副难以置信嘅表情。我又唔系啲乜嘢喎，话晒仲后生，今次就大发慈悲咁原谅你啦。多谢你，好多谢。但系作为交换，你可唔可以应承我一件事啊？咩事？下次你哋班要上游水堂啦嘛，我希望你喺嗰个时候。帮我去更衣室装相机，但系我沖海同学，呢个系你夺回我信任嘅机会啊！如果你拒绝咗，后果你自己清楚。咁就拜托你啦，沖海同学。佢命令我喺更衣室嗰度装相机，但我冇可能做啲咁嘅事，身为学生嘅模范，身为。学生会嘅一员，我做唔到，我冇办法帮佢偷拍啊！但系我犹豫咗，如果我拒绝嘅话，呢条友就会将会长嘅相 send 出去，俾会长带嚟灾难。于是我真系唔知点做啦，我因为自己嘅无力而感到绝望，对夏木嘅愤怒都涌上心头。就系咁样，
产生咗分身灵现象。呢、这个就系分身灵诞生嘅原因。原来系咁，原来系咁。所以为咗唔俾夏木呢条友再偷拍，将三楼女厕所同埋游泳池整到乱七八糟。咁伪装成七大不可思议嘅环风事件都系为咗呢、这个，系为咗夏木唔知道我做，我利用咗呢个传说。如果暴露咗，一切就冇噶啦。系咁样啦、啊，为咗伪装成幽灵，进行咗咁大手笔嘅准备工作，真系辛苦晒。咁呢个 ice 嘅英文咩意思？呢、这个因为我觉得只要留下呢个留言，就有人注意到。吓，发生咗咁多奇怪的事，学生系会关注，特别系中意幽灵、中意进行呢类调查的人，即系话呢个系你留俾我哋信息。Eyes 眼睛再看，原来系咁。你想提醒呢个有人偷拍啊嘛？呢、这个乌兰联想咗啲啊！我啱啱都系靠呢啲咁嘅嘢先联想到有呢个可能性，但系咧。都是因为出了偷拍这个选项我才知道。用 camera picture 那些字不是更好吗？的确如果用了更加简单的字方便大家理解，但是这样做的话是会有可能被他发现的。如果他发现了他努力就白费了。你说得有道理。所以就先用了这个单词来婉转地说给我们听。是。啊咁放起上来。整烂咗小东美、小游衣同埋整香嘅三个人，都系我。呢件事真系好对唔住，但我冇办法啦，因为呢三个人最危险嘅。我哋三个人最危险，系咩意思啊？夏木佢一早就已经喺我哋班定咗自己中意嘅男仔，中意嘅女仔，亦即系留衣会长同埋整香三人。我实际性别系男性喎。因为刘姨在气质和外表上看完全是女性。夏日刚刚才来她还不清楚。这样啊。还有刘姨生得很可爱嘛。在一无所知的人眼里面你都是一个女仔来的。她被人当是女仔这样看待我是很开心。但是今次的情况令我完全开心不到、啊。这条友无论如何都想拍你三个相。所以我才不想被你们在更衣室换泳衣。所以将你的泳衣，所以都将我哋嘅泳衣整烂咗，系咪？我知道呢个手法好粗暴，真系抱歉啊！但系为咗保护你哋三个，我先谂到呢个办法。原来系咁样，会长，对唔住啊，冲海，因为我令你受到咁多苦，会长唔需要道歉啊！一切都系我嘅错，系我太冇用啦，我乜都冇做到，好啊，冲海，你唔好咁责备自己啊！你保护咗我。我真係好多谢你。会长。好啦，之后点算好呢？我冇理由放过呢个王八蛋再喺度胡作非为咁样唔可以算数。唔单止係对神秘学研究部嘅同伴，仲要对我最鍾意嘅小静香出手，真係不可原谅。你条友係女性嘅敌人啊，一定好好教训下佢啊。我都唔可以原谅佢啊！大家，我觉得做咩都冇用嘅。如果你报复佢，一定冇好事嘅。放心啦，冲海，我哋会帮你嘅。大家可以一齐谂办法啊！之狼，冲海，好多谢你至今为止做嘅一切。但系由而家开始，我哋系唔会俾你再独自承担责任噶啦。我哋一齐去惩罚呢个变态老师啦！会长，系。睇嚟已经倾掂咗啦，喵！话说你哋几个今次真系特别团结啦，喵！睇你哋咁急翻去做事，咁就唔废话啦，快啲净化分身灵，喵！咁而家就开始净化来自宫冲海嘅分身灵。净化完成，我期待第九章嘅到来。我都要讲我期待第九章嘅到来，因为有观众同我讲第九章好睇。俾人净化咗嘅冲海分身灵变成咗光，消失咗。净化完毕，冲海原来之前都一直嘅孤军作战，呢一点真系好似佢作风。如果可以早啲注意到佢异样就好啦。小东美啊，夏美个仆街，佢就系一个烂到入骨嘅死人渣。
我绝对唔会放过佢。点解啲靓仔嘅角色全部都系咁样噶？好啦，啱啱我前面仲谂住咧 cos 佢 ，cos 条毛啊 ，cos 佢老尾啦，冇错啊，嗯，好啦，净化完毕啦，呢边嘅事都解决咗啦，妞。之后你想点做都得噶，都可以俾我见识下你哋嘅厉害。妞，综上所述，之后嘅分身灵案件都要拜托大家啦。了解，咁之后再见啦，拜拜。之后你走翻回合，堕高晒啦，冲海，我一直等紧你。会长，请问呢度系？呢度系一个叫巴拉菲南爵嘅酒吧，亦即系我哋，亦都系我哋神秘学研究部嘅根据地啊。虽然实际上系战士者嚟用酒吧，学生可以进出酒吧咩？呢间铺系我阿爸嘅朋友开嘅，我阿爸成日嚟，所以都默认咗我哋都可以嚟呢度。系咁样啦、啊，啊嘿嘿，啊啦啊，欢迎光临啊！又多咗个可爱嘅 boy 啊！哇！你唔想咁惊讶系嘛？好失礼啊！呢个就系酒吧，呢个就系酒吧老板阿布先生啊！请多多关照啊，冲海。哦，多多关照。即系个诚实嘅好细路啊！虽然同我中意嘅人、中意嘅类型唔同，但系你咁样我可以。吓咩可以啊？唔通你系呢个世界嘅人？你估啊？冲海，阿布先生好似好中意你喎、啊。你要努力啊！我努力啲咩啊？冇用嘅，我要俾你见识下成年人嘅认真。冇知，最后阿布先生你都系唔好玩佢啦，佢仲唔习惯呢度呢种气氛嘅。啱啱系玩我？系啊，小东咪都咁讲，我只可以乖乖听话咯。原来系咁样啊，系讲笑啊？太好啦！嘿嘿。喂，你唔好再喺度讲嘢啦，行歪到呢度啦，入正题啦。系喎、哦，好啦，翻入正题啦。今日请大家嚟呢度唔系为咗其他嘢，而系想倾一倾点样惩罚下呢条扑街啊！最快嘅方法系交俾警察嘛。系啊，但系冇证据嘅情况下，交俾警察好难嘛。的确，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先攞到证据？有冇讲起上嚟？冲海，你之前话过。项目老师将啲资料备份晒喺电脑入边，系啊。如果系可以电脑度吸啲数据落嚟，唔系就等于攞到证据啦咩？系喎、啊，小学医呢个办法好好啊。但系唔会俾人怀疑翻转头嘅。之后咧，项目老师你都知啦，呢个人应该几识将啲嘢咧撒翻转头，然后咧撒翻落我哋主角团身上，扑街。冲海，做咩睇下佢咁不安？净系做呢啲系冇办法捉到佢嘅。吓？咩意思啊？我以前听过佢讲，佢爸爸系教育部嘅领导，之前喺第二间学校入边，佢嘅偷法行为都俾人发现过，但系爸爸帮佢将呢件事压咗落嚟。点会咁噶？官威咁大，所以净系将证据交俾警察系唔得嘅，因为系儿子，所以做咩都原谅佢。呢、這个细路真系好啦。垃圾啊！系啊，咁我哋点算好啊？系啦，我谂个好主意啊！好主意？系啊，用呢个办法，一定用呢个办法，老师一定会得到惩罚嘅。你讲个办法系咁嘅，听我讲。原来系咁，唔做呢招啊！不愧系智囊啦，呢个真系一个有趣嘅 idea。多谢夸奖，但系做到呢一点，我哋需要从老师嘅电脑入面得到证据。无论如何都要被个老师攞到电脑。嗱，我谂咧，应该系咪上下组会嘅时候，突然间咧开，即系突然间攞个投影机咧，公布晒佢嗰啲，即系嗰啲偷拍照出嚟。呢个就系同新川光揭露恶狼游戏真相嘅做法系完全一模一样噶。如果系呢个方法嘅话咧。我都觉得接受到，亦都系正常嘅。但系如果唔系呢个方法嘅话咧，就会出乎我意料。一系就好垃圾，一系就好劲。睇埋落去啦。
但系咁重要嘅电脑，佢会好轻易咁俾我哋攞到？啊，既然咁嘅话，我做利诱嚟吸引佢注意力啦。咩话？会长啊！我会等老师远离理科准备室嘅，大家趁呢个机会将老师嘅电脑攞走。原来系咁，你搞利诱作战，听落去成功率好似好高呀。但系会长，你去做利诱实在太危险啦。因为呢条友特别中意你啊，所以我先要去啊。佢中意我咪啊，咁我叫佢出去一定唔拒绝，呢个最好办法啦。但系会长，如果有三长两短嘅话，小东未啊，呢个的确系一个危险嘅作战。但我觉得呢个系唯一可以将老师引出嚟嘅办法。但系你唔使担心我，我唔系嗰种唔受到人哋保护就活唔到落去嘅弱女子啊。只系如果真系有危险嘅话，我会即刻叫你哋嚟帮我。嗰阵时候，大家都即刻嚟就得啦。我哋随叫随到。冲海，喺好耐之前，就系你慢慢喺度帮我。今次都系一样，为咗我一边忍耐痛苦，一边努力紧。所以之后应该要到我努力啦。放心交俾我啦。唔得啦，我真系咧觉得咧，佢哋两个系 CP 啊，点算好啊？之后有冇啲类似冲海向东美告白嘅条件啊？请问有冇啊？有冇啊？我想要啊！会长，好啦，咁就咁样定咗啦。好，我宣布，听日开始正式行动。第一放学后，各位准备好未啊？具体嘅作战计划就好似寻日讲所讲嘅一样，我做理由，大家趁住呢个机会去老师嘅办公室攞电脑偷数据。咁我要上啦。小东美，小心啲，唔好太勉强自己啊。打搞晒，夏木老师喺唔喺度啊？啊咯，呢个唔系东美同学咩？你做咩啊？搵我有咩事啊？我有件事想同老师商量下。搵我商量，你仲要露我咁嘅样出嚟，屌你！你出嚟咧，你又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方法。系啊，做咩啊？冇嘢，只系觉得如果老师嘅话，应该容易啲交流。我想同老师倾一倾，如果你好忙嘅话，可以迟啲过嚟噶。冇所谓嘅。我随时都欢迎你同我倾偈啊！我哋就喺度倾下。其实我想倾嘅嘢，唔希望俾其他人听到，所以可唔可以请你嚟学生会办公室啊？当然啦，而家学生会办公室系咩人都冇，我净系想同你两个人倾偈。咁样啊？咁我哋快啲学生会啦。好多谢你啊！我哋一齐走。屌，好紧张啊！但系咁样就可以引到佢出嚟啦。之后问题就我可以争取几多时间？拜托啦，各位，系走出啦！大家趁而家，快啲搵电脑。你要快啲，都唔知咩时候有人嚟呢度嘅。我帮大家睇咁一嚿水，咁我都陪你去。小木之、神之界，拜托啦！好多谢大家。呢一边就交俾我哋啦。好，我哋快啲搵到老师嘅电脑。有冇限时？呢个就系校老师嘅办公室啦。睇下网上系完全冇电脑喎，咁喺边度咧？可能放咗喺柜桶。柜桶？以前喺度嘅时候见到老师将电脑放咗喺柜桶，原来系咁。咁快调查下啦。好，柜桶锁咗啊 ！Oh my god！ 唔系嘛？大镬啦！要快啲搵到锁匙先得。start 啊！我个柜桶上咗锁，呢个系鹦鹉，佢系只鹦鹉，睇落好恐怖，好可怕。夏老师竟然喺学校养咗宠物，大家睇下鹦鹉条颈，呢个系锁匙啊嘛？真系，哇！所以呢个锁匙可以打开抽屉。咁一定要快啲揾到啊！好啦，起座，
拜托你啦。点解我？因为我比较惊大型嘅鸟类啊。我都系绝对唔会徒手掂宠物。你真系啊！唉，算，我去攞啦。好，争少少。夹！哇，好痛！哇，突然间啄我嘅。我试下。你冇问题噶嘛，刘姨？嗯，动物都好亲近我嘅，所以应该冇问题嘅。要小心啊！我知道嘅。好啦，乖乖，我嘅小鹦鹉冷静翻啲先啦。而家你借攞锁匙就得噶啦。哦，的确俾我攞嘅时候老实好多、哦。咁就应该攞到锁匙啦嘛。好啦，争少少。呀、啊！好痛啊！冇事啊嘛，刘姨，你冇受伤嘛？冇事，我锁匙都唔烦，睇嚟都其他办法啦。暗号，鹦鹉讲嘢，有啲鹦鹉的确会学人讲嘢噶，系咩？等阵佢啱啱讲咗暗号，的确有咁讲过。你好啊，鹦鹉先生。如果你话暗号嘅话，如果我哋讲啱暗号嘅话，你系愿意俾锁匙俾我哋？锁匙，暗号，睇嚟的确系咁样，冇错啦。接下嚟揾暗号，喺附近揾下啦。Go！ 哇，系周期表。DSC 系唔使拨。其实有可能真系关周期表事，但系。啊、我知道旁边嗰堆书先咁起咗。喂，屌唔系呢堆书咩？呢个鹦鹉先生可唔可以俾啲提示俾我哋啊？提示 ，B F N G N G 系 N G 系 Melissa。BFNG 哇屌周期表攞嚟做 BFNG 呢个系 Boron Fluoride 同埋 Melissium 592，等先 BF 啊嘛，系 BF 592，上啦 ，Go！ 5912，正確。太好啦，暗号对上咗，原来系咁。鹦鹉将嗰个锁匙抌咗落嚟，咁就可以攞到锁匙啦。呢、這个鹦鹉系人工智慧啊嘛，黐线乜鬼嘢？好啦，开柜桶，开咗啦，快啲开电脑啦，搵到啦。入面装嘅就系偷拍数据嘛，我冇记错就系呢部电脑啦。咁我哋快啲搵到数据先得啦。是果然啊。咩啊，同我预料中嘅一样，呢、這个电脑系有设密码嘅。又嚟，而且今次好似要输入八位数密码。八位数根本就冇可能解开嘛。好容易先行到呢步。大家数据点样啊，小巫师虽然搵到老师嘅电脑，但系要需要八位数密码先解到。咩啊，喂。仲唔快啲叫老师返嚟㗎喎。而且好担心我要争取时间嘅会长啦。係呀，小冬妹而家冇事嘛。转至快啲先得啊。但应该点做先好。只可以咁做啦。智囊有解决方法。算係啦。虽然咁做係下下策，但目前呢个状况冇办法啦。智囊拜托你啦。係。请大家俾啲时间我。咁劲。另一方面，
这个问题只要用回这里的公式就可以了。原来是这样，所以才会有这个答案。我终于明白了，这样就好。话说原来你找我是想跟你讲题，因为我讲了这件事不想被其他人听到，搞到以为是富有机密性的事。这个身为学生会会长的我，不要轻易展现到自己在学习上面的弱势，如果被其他人知道会很怕丑。哦，原来东美是那种在意人家目光的类型，真是令我意外。是啊，其实我完全不在意这件事，不知道这个人可不可以识够他，我还要争取一些时间，一定要尽量将老师留在这里。老师做什么？还有这边的问题不是太识。嗯，老师，东美同学，这个问题你真的不识？实际上你问这些问题你都识做吗？我一直望住你，平时在课堂上面同埋朋友一起的时候，我一直都好仔细咁望住你的生活态度，所以好清楚你讲紧大话。你应该出于某个目的叫我过嚟，系嘛？死啦，俾人怀疑添。咁落去嘅话，唔通这个同我的秘密有关？你的反应真系好好理解。原来是这样，你将我引到来学生会办公室，等你的朋友趁着这个机会在理科准备室到你的洗数据证你的照片证据，你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我没估错。但是遗憾的是，除了电脑之外，我还在其他地方备份了数据，所以就算将你 delete 都没用。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是想 delete 你的数据呢？你要偷拍女性，你想几时影相都得㗎啦，唔係咩？即係你影街外人都得㗎啦，唔係咩？你备份咁多份资料其实係更容易俾人发现，你唔觉得㗎咩？而且点解你会觉得佢係帮你铲相呢？唔通铲咗你会改咩？唔会㗎嘛。就係唔会改嘛，所以先要揭露你秘密嘛，戇鳩。点会咁㗎？而且我个电脑一早 set 咗 password， 佢哋可能连删除数据都做唔到㗎。你而家嘅所作所为系违法嘅，我哋绝对系唔会放过你。的确喺一般情况下呢个系违法，但系社会永远都系唔公平。只要有金钱同埋权力，就算违法咗，做不可原谅嘅事，都有人可以有人可以幸免于难。其实啊，我爸爸系教育部嘅人，聪明嘅你应该知道咩事啦。我就系天生具备金钱和权力的人，亦即是犯了错可以幸免于难的人。不理你们怎么做都好，警察都是不会来捉我的。难道你和公文老师聊天邮件上面写的，你又知道为什么我会怀疑你呢？为什么我不记得你之前做过的事？阿斯，我求你相信我，这件事真的不是我错，你要反省了，不会再做这件事。公本老师所讲你过去做过的事只是偷拍哦，原来连这件事都调查到，真的很厉害，我很佩服你。看这个样子，你一早就进行偷拍了，而且还辗转了很多间学校，在暴露的时候就拿父亲的关系去逃避追捕，你就这样反复作案的嘛。你的直觉挺敏锐啊，不愧是那位理事长的女儿，人渣，我鄙视你。东美同学，你的表情实在太正了。抖 M， 啊，这个实在太诱人了，我还想看看更多不同的表情啊。是啦是啦，如果我现在将你的照片传播出去，你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呢？是喊定是嬲呢？定是绝望呢？快点讲啦，你会给我看看什么表情啊？吓，不要掂我。啊，好正啊，好正啊！这个表情真令人顶心啊！再剪到多一点啦，再更多咁样魅惑我啦！你条友个脑有问题嘛？会长，冲海，会长。你个仆街，唔好将你污糟手掂到会长啊 ！Stop， stop，
冷静啲，冲海同学，先放下你嘅拳头，唔好讲笑啦。只有你，我绝对系唔会。喂喂喂，你真系要对我出手？如果系咁做嘅话，你估佢嘅相会点样？你讲嘅相系指呢度？你去做乜嘢？哎呀，唔好意思，我唔小心将你整烂咗。Oh my god， 老师，你仲要嘅电脑碎咗喎，咪有啲咩碎片嘅证据咧？咁应该点算好咧？你哋几个几厉害啊！小冬梅，你冇事啊嘛？佢冇对你做啲乜嘢啊嘛？各位，放心，我冇事。你对眼，小冬梅，你喊啊？唔系啊嘛？你个变态老师，你对小冬梅做咗啲乜嘢啊？喂喂喂，唔好误会啊，我冇做啲咩亏心事。你呃人，冇做亏心事，佢点会喊喎？喂，呢条友真系个死变态，真系好核突啊！老师，你嘅偷拍行为已经暴露咗啦，你点解要咁做呢？一定系好色，又偷拍厕所，又偷拍更衣室之类嗰啲，一定系咁样。唔好以为生得靓仔就为所欲为啊！你个萝莉控啊，好遗憾，我唔会对你哋啲细路，你啲咁样嘅细路嘅身体感兴趣。你好似误会咗，我感兴趣嘅嘢并唔系女高中生嘅身体。而是暴露出嚟嘅人类嘅本性，人类嘅本性喺度讲咩啊？呢个人，我想问，我谂你哋应该唔会理解嘅。我家系代代相传嘅政治系家族，我由细个开始就过住富裕嘅生活。作为政治家儿子，被周围嘅人特别对待，好多人都对我特别温柔，但一切都系为咗显恩勤。呢啲连细路仔都睇得出。他哋真正的目的就是钱，就是钱同埋权力。大家想，大家搏命想我去中意佢哋。其中大部分嘅女性，我觉得带住虚伪嘅表情接近我嘅佢哋，真系好核突。久而久之，我真系感觉唔到女性有啲咩魅力啦。即使见到女性裸体，都唔会兴奋。但系有一日，我遇到咗转机。嗰日我啱啱去 coffee shop， 喺我眼前出现咗一个因为出轨而闹交的情侣，有外遇的女方。这位女士一边缠住女男朋友不放，一边抱头大哭和道歉。我被她深深地吸引住。当回过神来，我发觉自己已经高潮。高潮？吓？你条友在说什么？太衰了。高潮是什么？你不要问我啊。就是一个我知你完全冇必要去了解嘅词汇啊！吓，你冇咩害羞啊？吓，呢个就是生物嘅自然现象，我只系同普通人嘅兴奋点唔太一样。总言之，你系似系第一次觉得女性系咁有魅力，于是我注意到啊，最魅力 Craven 最令我兴奋嘅嘢，系因为动摇而抱头大哭、怒火中烧，流露出呢种表情嘅女性啊！我之所以会进行偷拍，亦都系因为满足自己呢种性欲。将偷拍嘅相片俾本人睇嘅时候，对方嘅绝望同埋焦虑，威胁要放上网嘅时候，喊住咁请求我嘅表情，都好好好正啊！令我无比咁兴奋啊！谂一谂，快金就快涌上嚟。喂，条友会可怕咗啲啊？呢个已经系超越变态嘅范畴啦。哦，好核突。啊，对唔住，有少失礼添。反正有啲时候都冇法抑制自我，原谅我啦。冇谂过老师竟然系一个咁危险嘅人。然后呢，你今后想将我点样解决、点样处理呢？顺便讲讲，啱啱你哋整烂嘅电脑入面嘅数据一早做咗备份啦。相片嘅数据系唔会消失噶。咩啊？呃人噶嘛？你将电脑整坏都系因为？密码解唔开嘛？认为唔可以消除数据，就索性将电脑整烂。真系遗憾啊！你哋行动失败咗。点解？点解你喺度笑？等阵起咗，你喺度笑乜嘢？因为。我知你嘅演技太生硬、太有趣啦，吓！明明起初你叫我咁做嘅喎，咁讲都系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你仲留住备份呢件事，我哋一开始就谂到啦。
而且我哋原本嘅目的就唔系 delete 啲相嘅证据。咩啊？我哋真正嘅目的系等你永远都唔可以再偷拍。顺便再讲多句啊，我已经将呢一系列嘅事发咗俾各大媒体啦。媒体？啊，当然啦，系附带证据相片噶。为咗唔俾人认为呢个系假情报，我哋做好咗准备。因为唔可以随便俾人睇嘅女性照片太多啦，所以净可以连自己偷拍嘅相都发埋出去。虽然真系好害羞，但系我唔后悔啊。但系咁样一嚟，老师做嘅坏事就可以公开啦。留意，呢个系冇可能嘅。你究竟点样查密码啊？啊，关于呢点啊，我哋只系玩一玩你个电脑啫，冇睇过咁样。我嘅 IT 知识系好丰富嘅，破解密码程序之后嗰啲，以前因为出于有趣而玩过。我谂过谂，佢竟然系喺呢啲地方度派上用场。不过破解人哋嘅电脑密码系好难，一般人都好难做到。虽然本来都唔想咁做，但系喺擅长编程嘅冲海嘅协助下，成功咁破解咗入密码。唔系，只系我啲技术特别厉害，净帮咗少少啫。唔系啊，冲海都好劲啊！密码破影，普通高中生竟然做啲咁嘅嘢。哎呀，就算你咁震惊都好。我哋都系不嬲，都系无名小辈，比唔上大佬。仲有，智囊睇上去似系普通高中生咩？系咩？你哋真系好劲，但系冇问题。我唔系话咗咩？我父亲系教育部嘅人，佢哋会将呢啲报到佢。呢、這个社会就系由金钱同埋权力组成。虽然拼命想将我赶到绝路，但系抱歉啦，大人仔要搞我嘅生物，学到啦。系啊，多谢你讲你呢啲。我学到唔少嘢，吓、啊、老师你睇下呢个系咩？呢个系冲海借俾我录音机啊！你即系话啱啱一直都录紧音啊？我唔系讲咗咩？我嘅父亲系教育部嘅人，佢哋会将啲报道都抹去嘅。睇下，冇呃你吓、啊。你哋啊，顺便一提啊，呢、這个唔系结束啊。嚟啊嚟啊，睇下呢个。呢个系。哇，不愧为博啊，又揭露老师嘅事，效果真系好正啊！转发多过一万几条，哇，真系可怕、啊。你哋究竟点做到？太遗憾啦，老师。至今为止，你的确好顺利咁样消除咗自己的罪证，但系今次可能讲迟。点解情报可以散布咁多？恐怕老师唔知道啊。我哋呢度有一个暗地里专门做情报工作嘅朋友，为托佢帮手先有呢个结果。暗地里负责情报，你系冇谂过咁好嘅素材竟然喺呢度啊！亦多谢你合作，唉，合作呢种事我系唔满意嘅。但系你讲过，如果唔合作嘅话，就将我哋情报店账号嘅主人话俾全校人听。呢啲叫咩恐？呢啲叫咩合作啫？分明就恐吓啦！同埋咧。呢度个破图有啲明显啊，兄弟，诶系咁样嘅咩？但系好难得攞到啲咁有趣嘅八卦，点都好咧，好荣幸可以公开你嘅事啊，老师。亦呢个恶劣嘅性格竟然派上用场，系啊，夏木，你已经无啦，接下来就为自己嘅罪行感到羞耻啦，好咁忏悔啦。佢喺度笑，点啊？今次真系癫咗，虽然一开始就疯疯癫癫，哎呀，你哋真系做得好好啊，真系太好啦，竟然可以逼到我呢个地步，你哋真系高中生，点解睇嚟咁从容噶？好好睇你呢条微博啦，呢个系捏造嘅，肯定系某个。唔系嘛？似猎做咩？我再讲俾你听一件事啊！优秀嘅人系可以考虑到所有嘅风险，事先谂到去对策嘅。唔通你一切都系你搞嘅鬼？系啊，我考虑到会出现到呢种报道可能性，早就拜托嗰边嘅人出现呢种情报要同我紧急处理啦。当然啦，杂志嗰边嗰啲人都唔会刊登呢篇报道啦。太狡猾啦！咁样点讲可以搞？点可以话狡猾呢？呢啲先系正确活喺社会嘅方式。点解啊？仲以为可以逼到老师入绝境添？仲未完啊！
只要将录音发出去咪得咯。哦，系，快啲投稿。啊嗱 ，stop！ 我劝你哋唔好咁做啊。如果唔系东美同学重要嘅梦想会俾人毁掉啊。你睇下呢个，呢张系停手，为咗佢冇着。男仔啊，唔准睇啊，绝对唔准睇啊！刘姨啊，唔好咁大力揞住我对眼啦，好痛啊，好痛啊，对眼就快落眼啦！起咗我神之界，如果你敢大够胆擘大对眼嘅话，我真系会碾爆你只眼球啊！等下先，唔好讲到咁吓人啦、啊。系啦，我知道啦。点解你会攞住呢张相？啊，你张相影得真系好靓啊！无论咩时候睇都觉得好靓啊！如果将呢张相放上网嘅话，你估大家会有咩反应？我估你应该成世人都冇办法企喺舞台上面啦。啊，就系呢个，呢个表情啊，呢个将呢一张将绝望同埋困惑交织喺一齐嘅表情，真系令人受不了啊！你条友好衰啊！随便你点讲都好啦，咁入正题啦。我哋做个交易啊，好唔好啊？交易，今次我选择息事宁人，只要你唔好发出呢个录音，我就保证唔会将嗰张相放上网。你哋应该唔会赌上最重要嘅朋友嘅未来啦，将我逼到绝境。你真系一个不折不扣嘅仆街，真系而家真系好想而家将你打死，冇所谓。会长，呢张相你随便放啦。你讲咩啊？小东美，咁样嘅话你会？我知道，但系你呢种咁衰嘅人任意妄为，我真系冇办法接受。唔阻止佢嘅话，今后会有几多个女仔受到折磨？为咗唔俾更加多伤心嘅女仔出现，我一定要咁做。但系你系认真嘅，你唔好后悔啊！我唔会后悔，唔理周围嘅人用咩奇怪嘅眼光望住我，我都会继续开拓自己嘅梦想。请等阵啊，智郎，老师我知道啦，我哋愿意接受呢个交易。智郎你做咩？但系请容许我补充一个条件啦，条件就系老师要答应我哋再唔进行偷拍。哦，系老师，你爸爸。是教育局的领导啦，应该最清楚事态暴露了，一定不要收场。你如果被人拘留，对你家族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我没说错。老师，你应该想极力避免自己被捕，但是我们手中有足以送老师出去的确实证据。此时我们是处于有利状态啊。的确是，仲有东美。啱啱你唔系讲过唔想受害者增加啦咩？系，只要老师唔进行偷拍嘅话，就没有受害者啦。所以东美唔需要一个人承担风险噶。智郎，老师你觉得点样？只要老师你发誓唔好再偷拍嘅话，我哋就唔会将录音放上网。所以都请你唔好将东美嘅照片公开。嚟呢套啊！你哋真系好劲。好啦，我就接受呢一笔交易啦。因为我绝对唔会喺度俾人捉啊，系我输咗俾你哋。亦即系话交易成立，好似系啦。当然啦，你呢一笔交易入边，我哋要保持诚实，系咪啊？嗯，当然啦。咁我哋讲好咗噶啦，我系认真噶。如果你背叛我的话，知道什么后果啦？我和你的想法一样，请不要再偷拍了。好了，各位，我们走了，已经没什么值得跟老师说了。等阵，智郎，等阵啊！今后都要多多指教了，神秘博物研究学的各位。然后离开了办公室。黐线佬，过咗一阵之后，
我哋搞实习课，结束啦。呢件事都算是解决咗啦。啊，真系好敏啊！真系好想对住佢块面握一拳上去咯。唔可以用暴力噶，神之戒，要克制啊，克制啊！我又唔系马，多得智囊，多得智囊提供咗有灵嘅形式，目前都系算系阻止咗佢偷拍嘅。虽然过程唔系好爽，但系结果都可以咯。嗯，系啊。好啦，大家唔好再垂头丧气啦。总言之，你已经成功咁惩罚咗老师啦，唔系咩？所以开心啲啦。智囊，你讲得啱。但系夏木老师真系一个好可怕嘅人啊！我之前讲过啦，呢条友绝对有内幕，而且呢个内幕仲系冇办法同逆比嗰种啊，系令人无以言表嘅呕心啊！系啊，冇错，呢个会长系你。你冇嘢嘛？我哋嚟之前嗰条友冇对佢做啲乜嘢嘛？如果你难以开口嘅话，都唔使讲嘅，冇事嘅，佢真系冇做啲乜嘢，亦都系只系点一点我块面啫，掂咗面，咁快啲用啦呢个除菌湿巾。当然啦，呢个系唔会损害肌肤嗰种啦。会长，多谢你啊，冲海。一直以嚟都是你在帮我。会长你严重了。这些都是应该的。我从第一次见到会长开始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支持你了。冲海，那我都决定了。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全力帮你。那就扯平了。会长是。是啦，我想个好主意啊。哇，我一跳，我突然间嗌咁大声啦，智囊。自我想到好主意是不会那个嘛，有一个经典老桥段。冲海，请你加入神秘学研究部啦。果然是。唉，果然啊。咩啊，我去神秘学研究部？是啊，神秘学研究部开心的，而且都未都在这里，你很快就会习惯的啦。但是冲海，你意下如何啊？我很期待你的加入啊。会长。冲海如果加入咗嘅话，打扫酒吧嘅咩？我谂紧点翻译，屌嘅工作就有着落啦。起座呢一种事要大家一齐做先得噶，我知道啊，讲笑啫嘛。你谂住点啊？加油！我哋好欢迎你噶，各位，多谢，我好开心，请俾我加入啦。虽然我好想咁讲，但系我要拒绝啦。吓？点解啊？对唔住啊，会长，难得你邀请我入嚟，但系身为学生会嘅一员，我都系有一定要做嘅事。而且而家我揾到一件好热衷嘅事，我唔想半途而废啊。咁样啊，真系遗憾啊。但系接下落嚟，我会同你哋打好关系嘅，所以都系请大家多多指教啦。冲海，记得。有时你一得闲嘅话就嚟酒吧搵我哋玩啦，我哋好欢迎你噶。系啊，要嚟啊。咁好啦，为咗庆祝今次呢件事圆满解决，我哋开庆功宴啦。咩啊？庆功宴？呢次呢件事真系算解决咗，冇事嘅。而且我哋而家系需要发泄呢件事带嚟嘅阴暗心情啊嘛。唉，我而家真系几想开 P 嘅，小东美啊。系啊。这个是神秘学研究部的关系，大家嗨啦！好啦，咁而家就去酒吧集合，嘿嘿，真系一堆活力十足嘅人咯。冲海，我哋一齐享受啦。系，会长。下一条新闻。O K， 哇！睇嚟咁温柔嘅老师，竟然会偷拍学生，怪心学员。啊，觉得呢个名好奇特啊！
神雪，行身，应该要翻学啦，快起身啦。系，我知道啦。好，今日都要加油啊！我希望佢可以喺下一张登场，我认真嘅，我认真嘅。咁我今次嘅绝望交流就去到咁多啦。咁我哋再睇睇先，有啲咩？去睇睇。我哋返回返主界面先。原来啲圈终于仲争三张。加多三张我就可以直接一下揿落去一下抽奖。之后大家一齐 happy。我只希望唔好抽到啊嗰咩阿翼啲衫真係屌老母。就算佢对今次嘅事情有帮助都好呢佢都係个人渣所以呢嗯。我会比较投资恒㗎囉。恒嘅衫我会投资多啲因为佢嗰件夏装真係几靓认真嘅。然后就冇然后咯。好啦今次嘅全部交流就去到咁多先啦咁唉睇下几时更新啦真係屌佢老母。咁好啦 Darky, like, subscribe, 下一次再见啦拜拜。